Hello， Vogue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雨希。工作跟生活之间，就是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玩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平衡。你有好好的放松，好好的呼吸，观察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，好好的回归你自己本身的身体的状态，有一个属于你自己me time的时间。大自然跟海洋让我觉得非常的疗愈吧，就是每一次不管是去到山上或是去到海边，身心灵都会非常的放松。如何去保护这些地方，我觉得可能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做起吧。我每天出门拍戏呢，一定会自己磨咖啡豆，然后手冲咖啡，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说一整天最放松的开始，所以我一定会自备一个保温瓶可以装我的手冲咖啡。一件小事爱地球，可以从减少使用塑胶袋开始，自备购物袋或是自备环保餐具，这是最日常简单可以落实的。我的日常保养应该算是我会比较在意一些环境友善的品牌。